我是中国第一批做外贸人，从2003年开始，那时候中国刚刚加入世贸，生意其实挺好做，但是在好做的时候呢，我会感觉到一个隐患，那就是从经销商拿的货当中呢，很多都有质量的问题，需要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去挑选。后来在我们的经销商的建议之下，我们走向了做自己品牌的路。埃克斯达给充电器行业呢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，一直走在行业的前端，从最开始的零伏激活，到三段式充电，到利用屏幕去展示电池的内阻和分流。我们以创新为动力，以真实为核心，一直以来坚守着安全、可靠、创新的品牌理念。18年只是品牌的开始，过去我们克服了一道道难关，未来我们将迎来更多的挑战。品牌之路任重道远，我们会坚定地走下去，永远坚守自己。